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7号的新主播点新闻，我是佑荣。新闻的一开始来跟进沙老业的疫情进展。沙老业今天新增加200宗的冠病确诊病例，并再有3个人死亡，他们分别来自古晋、狮屋和明都鲁，一致累计死亡病例达到65宗。同时，今天再增加一个新的感染群，也就是位于嘉博的张扬感染群。沙老业灾难管理委员会今天发文告指出，狮屋确诊病例依然是最多，共有102宗，接下来是嘉博53宗、古晋16宗、明都鲁13宗、达勒7宗、梅里和伦勒各3宗，以及萨马拉罕、伯鲁鲁及布拉贾各1宗，累计病例达到7225宗。另外，古晋县由于在过去14天增加43宗的本土感染病例，今天从橙区转为红区。同时，沙老业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台都司理沈贵贤表示，沙老业政府放眼在8月，为全沙老业的209413个人民免费接种疫苗，这比国家疫苗接种计划预计的2022年2月来得更快完成。他说，沙老业政府目前已经和卫生部紧密合作，并会协助沙老业卫生局尽快推出疫苗接种计划。根据沈贵贤的了解，辉瑞疫苗会在2月25号从比利时运抵沙老业，然后每个星期透过空运送来沙老业，一直到3月底。他说，沙老业政府必须采取快速接种及支援的方法，尽可能获取更多的疫苗，以让70%的沙老业人接种疫苗，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另一方面，梅里省灾难管理委员会证实，苏比士达格巴塞感染群至今有101宗确诊病例，确诊的患者都是在苏比士县尼亚富县进行的范婆大道工程筑路大本营的员工。另外，有254名大本营的住户，包括员工和家眷的第一次检测呈阴性反应，昨天被安排以包租巴士从大本营再送到隔离中心隔离14天，并将接受第二次的冠病检测。最后，情人节当天为了女子持血斗殴的9名嫌犯，其中有2个人今天被证实感染冠病。沙老业警察总监达多艾迪今天下午向记者证实，本月14号当天在青草路发生的群众持械斗殴案件中的9名嫌犯过后落网，并在当天接受冠病检测，在今天出炉的报告证实其中有2个人确诊冠病。他说，卫生局官员今天已经前往伊达、斯卡马及达万扎亚的警察局进行冠病检测，所有当天和嫌犯有人身接触的警员也已经根据卫生局的规定进行检测及隔离。此外，卫生局也安排人员前往警察局和拘留所进行消毒，以测安全。至于这次受影响的警员有多少人，艾迪表示，目前卫生局还没有公布名册，一切仍有待确认。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祝大家平安喜乐，我们再会。